今天是岛居民站在这边的跟站在对面的可能是亲戚可能是朋友，但是这一个开发案让整个社子岛进入分裂，解除军界，解除军界，人地可见，人地可见，九大巨鳄，九大巨鳄，全数保留，全数保留。今天这个是违法审议，因此我们要求台北市政府不是没有作为，借由公民参与委员会，社子岛现在正在进行替代方案的研拟。这个替代方案将会针对社子岛在地已经开发、已经有聚落的部分进行保留的讨论。这个也符合内政部要求，必须要针对都市计划整体开发地区、已经发展的地区去延伸区段征收以外的开发方式。我们认为现在公参计划、公参委员进行的讨论才是务实的让社子岛可以往前进的方向，所以这个主要计划我们认为应该要退回主计划，只有退回主计划，让现在的替代方案能够讨论出来，让社子岛能够拥有一个真正大家有共识的主要计划，让社子岛的地方有都市计划之后，他们就能够落实他们自行改建、自行开发的一个方向，这样才有可能让社子岛往前进。